好嘞，Hello，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李贝。我们学习词汇吧，从这里开始。吹了，吹了。其实，我刚才试图拍这个视频，我需要半途而废，就放弃了。所以我已经学了那个吹了，但是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说，就是吹了是，我忘了 ，OK，我就是复习吧，吹了，不是那个吹，OK，吹有这个意思吧，吹口哨，吹了进来，也吹了长号，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吧，这个吧，声音吹了，那个吹了是失败的意思吧，失败。声音吹了，还有这个意思吧，他和我吹了，应该是分手了，这类的意思吧，分手了。所以。除了那个字面的意思以外，那不是，除了你意料到的意思以外，还有，这类个这个意思吧，这个比喻的用法吧，还有例子吗？哪里有例子？原来的计划吹了，就是失败了，不成功。他们俩吹了，分手了。我们的旅行吹了，就没有成功。Did not succeed to come to nothing 之类的。好，下一个词吧，就是吹了，就是动词。其实不是下一个词，我想说告吹了。那个吧，告吹了。我认为告吹了应该是吹，我认为吹了应该是告吹的，告吹了的那个短称吧。告吹 fizzle out come to nothing，告吹了，最终告吹了。铅笔厂就职上的那个项目最终告吹了，the old pencil factory。OK，那罗曼史持续6、7个月之后就告吹了，这是罗曼史啊，罗曼史，OK，romance，love affair，这是一样的吧？他和牙医生，no，牙医师的约定告吹了。计划告吹了，就是没有成功，就是，最终没有好，那么可以吧？下一个词就是这个吧，吹牛。我认为吹牛和吹捧，也许，也许你已经知道吧？吹牛就是 OK，吹是 blow，牛就是 cow，吹牛 blow cow。吹牛皮，blow cow skin，吹牛皮。吹牛，他吹牛说他的汽车是最好最快的。吹牛应该算是动词，但是这里是修饰这个动词，说，这里是名词吧。吹牛和撒谎，吹牛或撒谎，不要吹牛。也许你可以说是算是动词吧。我们让他们抽烟、聊天和吹牛。好，因为他真是个吹牛大王，吹牛大王，He likes to brag。这个吧，那不仅仅是吹牛，
It's not just bragging. 他太能吹牛了。Yeah, 我认为你经常你吹牛，吹牛的时候就是夸大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成就这类的吧，自己的东西很好。他吹牛说他已经送的通过了考试，不好意思，轻松的通过了那个考试，我没有轻松的通过那个六级考试，对吗？他总是吹牛，就是夸大自己，不是别人，你明白吗？我认为吹牛后面不应该加宾语吧，比如吹牛他，我觉得这个不行。吹牛啊，这是他是自己，就是他吹牛的，吹牛，也许你可以这么结构说吹牛他，他又在吹牛他，啪啪啪。但是那个也许那个宾语不是一个人，是就是他吹牛的什么，吹牛的什么，方法这个话题，我是这类的吧。他吹牛说他的汽车，啪啪啪。吹牛。他爱吹牛，一般来说没有宾语，或者宾语是这样吧，吹牛说这类的吧。他吹牛说他只是在吹牛罢了，就是而已那个意思吧，就是也许以后你不经常加宾语吧。他吹牛说他能跑得比我快，只有这个例子吗？也许我们百度一下。因为我认为吹牛，牛算是宾语吧，或者也许更准确的说，吹牛皮，牛皮应该是它的宾语，所以你不能再加上一个宾语吧？吹牛皮放大炮。吹牛皮放大炮，放大炮也是吹牛的意思吧？放大炮 ，fire a big cannon， 放大炮这样一个，大吹牛皮，吹牛皮，吹牛皮。那你认为呢？吹牛他。背锅，吹牛他和姑娘游戏，好像这个可以的吧？但是这个不多吧？吹牛他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就是。吹牛，OK。下一个词是吹捧。这个我认为它就是吹牛，就是 brag， 这个也是。有点像 brag， 但是吹捧，三声吧，吹捧，吹捧他，
Yeah, 这是我的意思。我觉得可以吹捧他，就说他很好，这类的吧。吹捧为人民之友，吹捧为，哦，也许这个语法我们应该学习吧。吹捧，OK， 我查一下词典。吹牛就是说大话、夸口，吹捧就是吹嘘。捧场，吹嘘，捧场，捧场，吹嘘，捧场，OK， cheer on， 那。就是捧 to raise up 之类的吧，那吹捧应该吹捧别人吧，你能吹捧自己吗？吹捧自己，这人吹捧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堂兄，你可以吹捧自己，OK， 好像你可以吹捧自己，也许就是指出你的好处，指出自己的好处，我很厉害，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吹捧 ，no， 把自己吹捧成自然爱好者。Promote myself as a nature lover。那好，这个吧，吹捧为 tutored， 这是 tutored 还是 touted？ 这个我先也搜搜吧，我不知道怎么 tutored 或 touted，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这英语词汇不知道。Touted。Touted。不是 tooted。T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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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OK， touted。啊，不是 touted。She's being touted as the next leader of the party。她被吹捧为，该党的下一任领导人 ，OK， touted as， 与众多被吹捧为最新抗衰老疗法的，长生不老，药不同，哎呦。与众多的这个不同，这儿形容药，这个一个汉字吧，被吹捧为最为抗衰老疗法的。长生不老药，那种药不同，太复杂吧。足球业，曾把它吹捧为这项运动的救星啊。OK， 把什么什么吹捧为。他被吹捧为被传，应该也这个经常出现吧？被吹捧为
被吹捧为，被吹捧为，被吹捧为，这个我写下来吧。我不用黑笔，我用字笔。被吹捧为吹捧，你可以说吹捧自己为，吹捧自己为，嗯，微软病那个搜索引擎，引擎，引擎，这个引擎就是引擎，决策引擎 ，decision engine。OK， yeah。OK， 我认为吹牛，我们刚才说的是吹牛是贬义词，不好的意思吧？那个吹捧可能是比较中立的吧，就是不一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政客被吹捧为人民之友，如果是对的就没有问题吧？也许是有点像广告 touted as 好，下一个词，也这个词汇我知道，但是也有点弱。你知道这个词汇呢是垂，也就是阅读的时候经常遇到它，就遇到它的时候就知道大概的意思，就是 droop 这类的吧， dr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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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个意思吧，就是垂，二声垂垂，哎呦哎呦哎呦，OK， 这个我们应该一个来一个的意思就学习吧。下一个词是那个吧，垂头丧气。OK， 我们先学习这个吧。但是我认为 droop 那个 droop 那个还有坠落那个也是 droop 吧。应该是垂坠 OK， 垂，二声垂，也、yeah， 还有别的我没学过的意思吧。OK， 词典里有四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动词，就是东西一头向下悬挂，就是 droop or hang down 这样 ，hang down。篮球王垂涎于，不好意思，篮球王垂涎于，体育馆天花板的两头垂涎于，有点难说吧，有点难说出吧，应该不应该说难说，就难说出。他的长发垂及腰际，腰际 onto a waist， 我的头发垂及肩膀吧，我可以这么说吧，那个及。围巾吹得多好看，吹得多好看。这里的吹是动词吧？就是那个补语吧，多好看，就是 result， 结果补语吧。吹在长裤外面，看起来很糟糕。那个糟糕就是看起来很不好看吧，
把你的衬衣掖进去啊，掖进去。现在，当上帝垂看你们 ，looking down on you， 垂看你们，就是这个吧。OK， 词典里的例句和例子，特别多吧？也许我不会看所有的吧，但是我看一看。垂柳树，柳树，垂柳。看图片，垂柳，这是繁体字是吗？看，很有意思吧？垂柳，应该是二声。垂柳，就是 weeping willow， 垂柳，就是离这里很近的一条河，就是两旁都是那个垂柳，二声三声，垂柳，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吧，就是垂，那个柳树和垂下来是吗？柳树的树枝垂下来，垂柳。OK， OK， 这里你第二个意思是。噔噔噔，书面语是敬词，我说是书面语，这个敬词，好。他们的例子都是成语，好像这个用法不多吧，应该出现在成语里。垂垂，不，不朽，垂垂不朽，我写的对吗？对。就是这个吧，应该是成语吧，好像也许不用学习。如果他这个有道没有例句，最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吧。啊，也水，哦，哎呦，太尴尬了，勇啊。如果我能辩护自己，那个词典的字体有点小，从这个角度我看不到永和水的区别。永垂不朽。OK， 那个垂是敬词吧？永垂不朽，那个垂啊。是哪个意思吗 ？Yeah, eternal glory. OK， 名垂千古，名垂千古。这是什么？名垂千古。Go down in history. 名垂千古。Okay. Go down in history. In history. Okay. 做太监。No, 太监。
那太监为什么用太？这是最高的责任。那个监是 supervisor 监，太监一般那个是监处的监。做太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名垂千古。OK，好的，我觉得这个意思不太重要。第三个意思吧，也是书面语，就是留存。留存，就是这个意思吧？留存，to remain，to keep preserve，留存。不好意思。我这么笨，也许你意识到吗？就是我之前，我刚才说的两个成语，他们都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刚才说的吧？从这个角度，词典有点小。这个和这个，那个垂是留存的意思吧？稍等一下，我拍视频的时候，我的电脑有点慢。这个吧，永留存不朽。Don't 腐朽吧，Don't 就是这个吧，永垂不朽，那个垂是留存的意思吧，这个也一样吧，名垂千古，那个是留存，定词有什么呢？OK，敬词的意思，我回去，第二个意思，寻，如果我记得这应该是寻。垂询，来电垂询，OK，垂念，to be so kind as to think of me，所谓上苍垂念，OK，我说这个用法，OK，垂顾。顾问的顾，垂顾。OK，我算了，这个意思不重要。第四个意思是接近，快要，接近，快要，这个吧，接近快要。OK。功败，这个功败垂成，功败垂成，success and defeat，垂就是接近的意思吧，very close together 这个吧，成，To snatching defeat from the jaws of victory. 一般来说，人们说snatching victory from the jaws of defeat，对吗？snatching defeat from the jaws of victory 就是 last minute 这个吧，
功败垂成，就是很就是成功和失败，嗯，是很接近吧。嗯，有很多例子吧，我不知道那个吧。死，垂死 ，dying， 就是很快就死了。嗯，在老女王，老女王，垂死的日子里，她的态度，放松了一些。Unbent a little. Okay. 就是 about to die. 垂死。垂老。垂老。Approaching old age. 就是垂垂。垂垂老老癌老矣。应该是比较古老的。这一生垂老的好，愈是年老的俏。OK， 并非意味着垂老，就是 approaching old age。嗯 ，OK， 好像这个第四个意思和第一个意思最重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 droop， 那个是垂下来，哦，垂下来。垂柳那种树，它的树枝就垂下来。我认为第四个意思就是垂老垂死。就是这个吧，功败垂成，很接近吧，也许这个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意思吧。第二个和第三个意思都是书面语，留存也许是重要的吧。就是学习汉字总是很难。我觉得这里可以，这个算是黄色的词汇。黄色的词汇就是我以后我会复习。垂头丧气啊，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猜它的意思吧？垂头丧气就是那个垂啊，也许之前应该知道那个垂就是。垂下来那个吧，垂头，看不到，OK， 也许我的弹窗有点小，我不能垂头丧气，也许丧气是一个词汇吧，丧气，就是有点像气馁这个意思吧，就是 dejected， 我把自己放稍微这一边，这一点，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垂头丧气，丧气也、yeah, 就是气馁，就这样吧。丧气就是没有动力，就也许遇到什么挫折，就会觉得丧气。就我六级考试考砸了，我真的觉得很丧气吧。你可以说我觉得很丧气吗？觉得可以这么觉得呢？可以这么说呢？我认为可以吧，觉得很丧气，这是这个吧？怎么办？也可以说气馁 ，no， 气馁，气馁，
气馁，觉得很气馁，很气馁。他感觉很气馁，觉得很气馁。OK， 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了。对。垂头丧气，垂头就是 droopy head， 丧气就是 dejected， droopy head dejected 就是非常丧气吧，垂头丧气。OK， 我告诉你词典说什么。垂头丧气，非常失望或沮丧的神情。OK， 有很多这一类的意思吧？有丧气，有失败，那不是失败，失望，有沮丧，还有很多吧。灰心，还有那个气馁吧，失望、沮丧、灰心、丧气，气馁。我们看一看，气馁、沮丧、丧气、失望、沮丧、灰心。气馁都是动词吧，沮丧是形容词吗？那个是动词。沮丧是哎呀，我买了那个新的鼠标，但是质量不好，一分钱一分货，我想省钱，但是也质量不好。就是突然间我的那个鼠标会跳到屏幕上的另一个部分，这是形容词吧，沮丧，深感沮丧，也许就是觉得很沮丧，有点和其他的差不多吧。沮丧时，他沮丧，这个是动词，所以他们非常近吧。但是 OK， 垂头就 droopy head， 丧气 dejected， droopy head dejected， 就是这个吧。词典列出两个近义词，一个近义词是灰心、丧气，灰心丧气。就是一样吧，垂头丧气，灰心丧气，垂头也这个吧，垂头丧气，灰心丧气，感到沮丧，闷闷不乐，四个四声，闷闷不乐。有很多这类吧，还有有反义词吧，不是近义词，就是反义词。得意洋洋，哦，很有自信吧？好。OK， 我这是这个吧。也许 OK， 我们讨论垂的时候，我词典里说我学过的是垂直吧，垂直，也许我就提一下这个吧，垂直。也许我们看有 perpendicular 有 vertical 这两个意思吧。
看图片，我想图片，垂直。垂直，或者那个吧，嗯 ，OK， 啊 ，OK， 这是垂直 ，perpendicular， 垂直，啊，这是这个吧，垂直，垂直，垂直。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垂直，这是日语吧，但是垂直一样吧。垂直，好，我就想说一会就是指出这个吧。这个汉字我不知道，下一个词在 ，no，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应该是垂二声。我知道，因为这是垂二声，这是垂二声，所以中间应该是垂二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意思吧，垂不是打的意思吧，我不知道垂啊，哎呦差不多吧，垂Yeah, 我认为我没有学过这个，但是也许阅读的时候就是遇到过，所以就是就看他就觉得OK， 锤，用拳头或类似拳头的东西，敲打，这就是敲打，敲打。Using a fist， 敲打，锤二声吧，锤。他感到肩上被锤了一下，砰。我听到你在锤门呢。啊 ，OK， 这个就是嘟嘟嘟嘟嘟，应该很大的声音吧，锤。他开玩笑的捶了一下他的胳膊，啊，就是我喜欢你 ，punch， 我捶一下，别这样做，这不好吧？他以戏剧性的态度，那种姿态捶他一胸，捶他的胸，啊，就是砰砰砰砰砰，哈哈哈哈。就这样吧，就是有点像，是他在哦，他用拳头捶桌子，就这样，捶桌 ，OK， 我不用再做，他用手。哦，用手掌，这个是手掌吗？手掌，拍你的屁股，你坏孩子，拍你的屁股，拍，轻轻的拍屁股啊，拍了两下你的屁股，你还是用拳头踹你，他们又踹又摇了，又摇过了，那一整夜，什么意思吧？踹摇过，那个不明白。日子你能踹吗？星期天，星期六，星期二。不行吧？像是有指拳头在胸 no 胸腔胸腔
thoracic cavity 里猛锤啊哦 OK 就是心跳的很剧烈很剧烈啊就是嘣嘣有点像一个人在他的胸腔里面就是啊我想出去噗噗噗噗他锤门让我出去也、yeah, OK 有意思吧锤OK 我觉得这样可以吧下一个词就是锤子这个是锤子但是我们看图片我知道这个词汇这是锤子这是 hammer 但是 OK 我想举出一个一个方面就是锤子就是东西锤子做什么就是锤啊锤也是也是动词和名词工人又钻又锤 no 这是动词又啊锯他用锯子锯什么那个是锤什么They sword and hammered all day. 干了整整一天。他正把铜片锤平。啊 ,OK。他把铜片也许原来不是平。他用锤子砰砰砰锤平了铜片。我要做的是我选择一个坚硬的石锤 stone hammer 石锤锤石哦锤石 hammer stones 也许那个石头上你可以蹦蹦蹦锤东西吧锤薄了那块金属被锤薄了就是金属那个 metal 一块金属就锤薄了以后是一片就是把一块金属成为让它成为一片金属是吗因为一块金属变成一片金属它吹了一个大餐药钥匙啊匙药啊匙真的吗不是钥匙吗耶、yeah, 就是钥匙钥匙匙OK 我发现那个钥匙的匙是多音词吧也有匙 OK 好的餐匙他锤了一个大餐匙给我的饭馆做胶片啊、哦，胶牌啊、也许我有点累胶牌也看起来有点相似吧胶片胶牌锻造锤 forging hammer锻造锤的发明让他们省力不少这是省不少的力量好有动词有名词锤子是动词锤子肯定是名词锤有动词名词用法吧但是我认为锤没有字应该是动词吧锤
这是锤子，嘣嘣嘣，好，我记得这个可以吧？下一个词纯粹，真的吗？就不太简单吗？就是 pure 这样吧？有别的意思吗？纯粹，没有。有点像完全这个吧，完全没有其他的吧，百分之百是那个吧，没有别的吧。锤，这是我学过的吧，锤，锤子的锤。纯粹。纯粹，字典里没有纯粹，怎么可能吧？啊，不是锤，是纯。OK， 现在有点晚，我应该睡觉去吧。纯粹，这儿纯粹我学过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意思吧。我不太知道。稍等一下，我需要一个汉字，我不认识，我查一下吧。OK， 纯粹。字典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形容词，形容词就是，不掺，也这个汉字我，杂，别，不掺杂别，成分。不掺杂别的，不掺杂别的成分 ，not mixed in， 就是这个吧。所以我们看例子吧。他对他感兴趣，纯粹是因为性的原因。哦 ，OK， 好，也许我们选择另外一个例子吧。他们纯粹靠人多势众多，靠人多势众，在争论中。获胜。OK, they won by numbers, three numbers, and nothing else. 这个是这个纯粹修饰那个靠。他们私通我不知道。OK, love affair. 他们私通纯粹是受这个汉字也不知道淫欲的驱使。也许我们选择另外一个吧。这张 CD 这光盘，这张 CD 纯粹是泡泡糖流行音乐。我的啊 ，OK， 就是这样的音乐。我不敢。好。就 OK， 那他的意思是那个 CD 那个光盘上除了泡泡糖流行音乐以外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吧。派遣特遣队纯粹是应该措施，应急措施。 OK， to dispatch the 特遣队special force, special task force, 纯粹是应急措施 in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emergency measure, 不是 contingency,
No, 这个不对，不是 contingency， 这个不对。Emergency measure in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也许是第一个可能性 ，contingency 就是另外一个打算。如果没有，如果遇到问题有 Plan B， 这个是 contingency。第二个计划，那是纯粹的、十足的地狱 ，a pure under 也许那个应该是逗号吗？是逗号吗？逗号，应该是逗号。不是顿号。No， 是顿号，应该是顿号，不是逗号。因为也这两个就是列出两个吧，所以应该是顿号吧。那是啪啪啪啪的地狱，它的窗帘纯粹用于装饰墓地。不能开合。Okay, used for decorative purposes. It can't be. 开合，开是打开，合是合上。纯粹。但是 ，okay， 这里你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纯粹。是副词，表示判断，结论很肯定，不容置疑。A decision or a conclusion is indisputable. 那我。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不是纯粹的物理系统吧？判断根据也许一个吧，纯粹从干物质角度判断。就是除在 purely from 那个，就是没有之外，这是第一个意思吧？判断它的价格是纯粹基于 no， 这是第一个意思吧？第二个意思没有例子，好像可能不太重要呢。如果我找不到例子，也许这个反应。是少见的吧 ？OK， 纯粹，我们再找，副词的用法，就是应该修饰，判断、结论之类的吧。美国人把汽车纯粹看成是一种。运输工具，真的吗？我不这么认为。拒绝接受会是一个纯粹自私的举动 ，purely selfish。纯粹的符合纯粹的符合。类型标准或模式的 OK 这个吧这个是副词吧纯粹的符合 completely in accordance with 但是No 这就是第一个意思吧还是第一个意思
他也写过纯粹为了糊口的东西，糊口，有意思吧？有户口，有户口。糊口 ，to get by with difficulty， 也有糊口，口，好，我找不到纯粹，这个第二个意思，这可能不重要。好了好了。也许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可以说到这里吧，学到这里，我们下次聊，拜拜。哦，我忘了按按钮。OK， 这次拜拜。